Anderson 是一个对人性观察非常透彻，但是他会带着幽默感以及荒谬的电影手法来呈现的导演。瑞典电影大师洛伊·安德森高龄72岁，至今仅拍摄完成5部剧情长片，幽默讽刺现实世界。想象到一个情境之后，他才会开始去准备找钱，然后来搭这些场景，然后找演员来拍这个部分。电影里面其实是承载了跟当时的那个社会情况是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导演坚持采用棚拍方式呈现，舍弃科技便利，再现电影手工业的细致之美。他会将摄影机固定在一个位置，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按照了那个最后要拍的那个距离开始搭建酒吧的景。我们看起来以为是真实景的那种，它其实是好几层不同的背板，高度手工业的制作方式，可是他拍出来的片又是那么的真。本周《异想世界》带您聚焦洛伊·安德森的人生三部曲，一探瑞典电影大师的哲学幽默喜剧。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异想世界》。